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 ？Milady，Milady， 你有几多岁啊？四十二岁。你结咗婚未噶？结咗婚。你有冇小朋友啊？有。你有几多小朋友啊？两个。两个，几多岁啊？仔嗰个23岁。系。我女嗰啲3岁。系。我23岁同埋3岁。系。哈哈。你以前有冇喺第二啲國家度做過噶？你有冇喺新加坡啊、Malaysia嗰啲啊？未做過。未做過，淨係喺香港。係。喺香港做咗幾多年啊？12年。嗯。咁你第一個老闆，你做咗幾多年啊？5年。照顧啲咩人啊？湊 BB。第二個老闆做咗幾多年啊？6年。咁又係照顧啲咩人啊？照顧 BB， 都是照顧 BB。咁啊，第三個禮拜做咗幾耐啊？一樣 BB 嘅。又係照顧 BB。咁你依家呢一個老闆，你照顧幾多人啊？兩個人，四個人，有先生、弟弟，係嗰啲大仔同細仔。嗯，大仔幾多歲啊？13歲。細仔呢？6歲。咁你識唔識得去買餸煮飯啊？識。咁你中唔中意湊 BB 啊？中意。你點樣照顧 BB 啊？幫餵奶啦，幫換尿片啊，幫餵食飯啦，係食粥咯。哦，煲粥你都識嘅。識。OK， 好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